我知影，即嘛是越南历史叫伊要飞倒来。哎、你就把它摘一截掉啊？怎么截啊？这里呢，刚好在我种枝这样，这里怎么截啊？哎，也是奇怪，你看，你又歪了。这样子对我眼这样才是没有，这样子才是直的好吗？你要看树，这样才直的好吗，先生？都是这样。好香哦。还蛮长的，我拍的。哎，上次那个介绍的是这个呀，上次有一个男女介绍是这个，他前面。有点长啊。你看我不是。够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你长个头子。我想说奇怪，好可怕，哪里有手？这只好好闹神经。在哪里？嗯，他好像也是时间蛮长的。泰国樱花，啊，这样拍过去也不错看。
跟这一段换的是。三秒而已啦，你看，你要说一分钟啊，一分钟的时间。因为它上面写一分钟啊，你会想说应该会停顿一下还是什么？没有。等一下，火车有要往这边呀。
那有钱的店是还袂开。就是说，那个十六条是开车的地点而已，它是不是经过的时间？太亮了。我先往前走了。